到今天已经变成平面化，在讲线条啊、身体。所以我们今天玩，后来我变很快的版本，他们都可以跟得上。就是我只要讲到哪里，他们就要马上两只手碰到那个位置。然后我就在那边玩，然后只有脚趾头他们有点碰不到啊，就是会卡住这样。然后他们今天玩完以后，因为我们就是从这样子一直去玩，说身体到底有哪一些，没有的话好奇怪哦，那一半就不见了。所以后来玩完以后，我们才开始画。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两个形状，应该说我有一大堆形状，有大有小。那他们可以自己找，就是如果他觉得说像阿贵很可爱，阿贵就说我的妈妈头很大，他就拿一个超级大的，哈哈哈哈哈。妈妈。对，去。